Hello， 欢迎大家嚟到六环彩呢个环节啦，又系我世荣同大家介绍咧尾六场嘅六环彩咯，咪紧张刺激啦，仲头一名可以有六宝奖，中第二名都唔紧要噶，每场吓都可以有安慰奖噶，咁记得有九场咧，第四场先开始啦，所以好啦，即刻事不宜迟咯，介绍嗰六场，我究竟点样拣马咧？唔紧要啊，记得订阅咗先，如果唔系咧，你有编仔都冇用啦吓，即刻带大家睇下，咁啊徐宇石有三匹啦，短途谷草一千咁揾得莫雷拉都搏噶啦，炮子头，另外咧八炮子胆啊，咁另外砰砰声咧亦都系用周俊乐减磅啊，试啊，即刻落翻，咁啊借唔到周俊乐嘅。沈集成咧避开沙田过嚟谷草跑同友友都搞唔掂咯，搞到要用潘顿啦。咁另外咯，骏马风采咧，阿莫雷拉赢完冠峰话我都唔要要呢匹啦，自从三千都要拣翻，因为呢个程准成啊。至于第六场一隻得噶啦，倪多福咧一出即胜加十二分，三班都一定够嘅。咁另外第七场乱少少啦，咁啊肥仔威威赢过呢个路程咧，用苏命伦啊，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加强配搭加一档帮到佢啦。另外德胜区咧落单咧，亦都系用周俊乐减磅有啲着数嘅。七岁嘅南庄家宝咧就冇乜保留嘅，三班咧用何永年继续搏睇得唔得啦。另外第八场两匹嘅啫，试下冷门咧，元朗之星有个一档，上次千四沙田放唔断啊，大外档吸埋佢，今次千二会到噶。另外啦，标准猴王咧亦都系啦，千二准啲咁缩翻落嚟千二咧，又用周俊乐减磅咧都有啲着数嘅。至于尾场咧，超能力啦，唔一定系泥地马噶吓，有时咧佢减埋磅咧。又可能是分進啦，咁用谷草咧都可能得噶。至於英之星咧，上次輸得唔抵啦，輸個短頭，唞夠四啊三日咧，又用翻呢個梁家俊咧，應該係可以即係得噶嚇。咁啊好啦，六場揀曬好似有啲亂啦，唔緊要，嗱有啲波波喺隔離幫大家嘅。嗱，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關於堅仔折扣想揾我咧，下面 WhatsApp 電話亦都有啦。咁記得點啊，訂閱呢個頻道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